如何设置云虚拟专用服务器进行网页托管？云虚拟专用服务器是一种强大的托管解决方案，适用于网页托管和网站运行。它提供了高度可靠的计算资源和灵活的配置选项，使您能够根据需求调整服务器性能。以下是关于如何设置云虚拟专用服务器进行网页托管的一些建议。选择可靠的云服务提供商，寻找具有良好声誉和稳定性的云服务提供商，确保提供商能够提供所需的计算资源和技术支持。选择适当的服务器配置，根据您的网站需求选择合适的服务器配置，考虑处理器、内存、存储和带宽等因素，安装操作系统和网络服务，根据您的偏好选择适合的操作系统，如 Linux 或 Windows， 并配置所需的网络服务，如 Web 服务器和数据库，配置安全性和防护，确保服务器的安全性，采取适当的防火墙、入侵检测系统和数据加密措施，安装网页托管软件，选择适合的网页托管软件，如 Apache 或 Nginx， 并进行正确的配置，部署网站内容，将您的网站文件和数据库部署到服务器上，并确保一切正常运行，进行性能优化，根据需要对服务器进行性能优化，如缓存配置、内容压缩和负载均衡等，监测和维护，定期监测服务器的性能和安全性，并及时进行维护和升级，数据备份和恢复，制定合适的数据备份和恢复策略，以防止数据丢失，优化用户体验，优化网站内容和性能，提供快速响应和良好的用户体验。通过按照上述步骤设置云虚拟专用服务器，您将能够实现可靠且高效的网页托管。